恩会客室妙音共哈巴，欢迎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一起来学哈达巴。今天要邀请的这位妙音又会一张暗讲给谁啊？莫言很漂亮的女生，而且喊的 Q 用懂国有这么高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来欢迎这一位王颖平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颖平。啊哦，很厉害呀、也会说客家话，自我介绍呢。一点点。为什么你也会讲客家话？因为每天都在看节目。哈，快过了哦，真的可以边看边学，真的学到很多。像是姚彩颖有来过，她表现的还不错。很多的，今天呢，给文艺，我们再看你的成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比方说我看到你，给妹做暗夹。暗自 C 就是谢谢，谢谢对方对你的赞美就对了。暗自 C 好，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承蒙你的照顾该怎么讲？承蒙你，对，承蒙你就是承蒙你的关爱，承蒙你的照顾都可以用这个。那现在的人呢会把这个承蒙你谢谢摆在一起，所以就会讲承蒙你。暗自 C 摆在一起，但还有另外一种，是从比较接近国文中国语这样子，就是感谢，怎么讲？感恰。没错，感恰。那这三个都表达谢谢之意。那如果走在路上，万一你不小心撞到一个人，这时候要说什么？拍 C。很厉害哦，谢谢。暗自 C。接下来我们来复习。复习时间。谢谢，暗自 C， 暗自 C， 承蒙你，承蒙你，承蒙你，感谢，感恰，感恰，不好意思，歹 C， 歹 C， 行真耶，客家 VMB， 本人客家 Q 哈来讲客家话。